本分局并无接获该影片相关行人违规情形报案或检举，为此举已有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，于交通频繁之道路西游足以阻碍交通，可处新台币500元之罚款。又是违停，烦不烦？小婴儿，我可以等。身为爸爸可以体谅。OK， 绑好了。NX 系列有自动关门吗？赶紧鼓喇叭提醒。我不是催你，又是违停，烦不烦？滚啦！OK， 小婴儿，我可以等。身为爸爸可以体谅，有招手示意，又小跑步，一定给过。台湾就这么小，有些小违规都可以理解，前提是态度要正确。哪种一副你奈我何的，我一定检举加喇叭，全餐送你。嗯，新手爸爸可以理解，那软趴趴的实在很难绑安全座椅，生怕弄痛他。OK， 绑好了。NX 系列有自动关门吗？赶紧补喇叭提醒。前车起步。我不是催你，然后前面10公尺有停车位。提醒一下，感觉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声音。门撞到了。你们没关好，吵架是一定的，NX 是无辜的。